你爱我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问这干嘛？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会爱我吗？当然啊。其实你人老珠黄，牙都掉了，你老公还爱你。哎，觉得你不对，怎么这么问我？我就是害怕你突然就不爱我了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要爱你一万年。我知道，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没有好好照顾你。不过，等我这次出差回来之后，我就把工作的重心挪到北京来，以后我可以天天照顾你。对了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买了好多玩具，给我们将来的宝宝。我要把他的房间装饰的全是玩具，让他一出生就能感受到最伟大的父爱和母爱。哎，其中有一个玩具特逗特可爱，要不要看看？我给你拿去。我流产了。回来了，哎，那冷山也来了是吧？他有没有陪豆豆去上这个孕期课啊？啊，没去。啊，那个豆豆有点不舒服。啊？怎么了？现在没事，已经睡了。啊，哎，他没吃这个什么抗生素什么的吧？啊，没吃没吃，没吃药，什么药都没吃。那就好。冷姐，谢谢你啊，豆豆这思想工作你帮我做的挺好的。那个，有事儿想跟你聊聊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我看见了，还拿了两大包东西呢。那怎么办呀？他要知道我打了孩子，会不会把我从楼上扔下去啊？你扔出去都是轻的，要是我呀，直接把你塞马桶里冲了。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！行，赶紧的，装可怜会吧。不行，我躲过初一，躲不了十五啊。那你先把初一躲过去再说呀。给你躺好了，来，快。元贞这个事儿你解决的不错，你还真行。冷姐，你不会是假扮追秀者还不过瘾，想来真格的吧？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态度的话，我的态度很明确。你跟元贞，你们俩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，你们俩不合适。你回来了，元贞，你也在啊？你这是？我给豆豆煮了红糖莲子。你端上去吧。好，辛苦你了。豆豆，豆豆。好，冷山来了啊！对对对，那既然你回来了，你就照顾他吧，我就走了啊。啊，那好吧。再见啊！再见，冷山。再见，再见。哼，今天怎么这么好？所有人都来了。哦，我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的。这么说，你们姐妹和好了？啊。这不，元贞特别还给你熬的糖水。刚试过了，不热。来，老公，我有一句话想问你。好啊，说吧。你爱我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问这干嘛？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会爱我吗？当然啊。其实你人老珠黄，牙都掉了。你老公还爱你，哎，觉得你不对，怎么这么问我？
我就是害怕你突然就不爱我了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要爱你一万年。我知道，最近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没有好好照顾你。不过，等我这次出差回来之后，我就把工作的重心挪到北京来，以后我可以天天照顾你。对了，刚才我回来的时候买了好多玩具，给我们将来的宝宝。我要把他的房间装饰的全是玩具。让他一出生就能感受到最伟大的父爱和母爱。哎，其中有一个玩具特逗特可爱，要不要看看？我给你拿去。我流产了。说什么？流产？豆豆，你可不能跟我开这种玩笑。好，这外面来这么多人。好，你们真给我留了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老公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只能面对现实。其实豆豆他心里也很纠结，他一动完手术就抱着我痛哭，这毕竟是他的骨肉，只是他一时无法接受即将成为妈妈的事实。他毕竟太年轻了，又单纯，遇到的事情只能简单处理。我们都有思绪混乱的时候，豆豆他太小了，而且他已经明确表示过两年他愿意为你生孩子，而且还要帮你生一男一女呢。永豪，你不要再喝酒了，你说句话，这样我很担心啊。你让我说什么啊？你让我说什么？永豪，你们是怎么帮我看着豆豆的？这么多大活人，就眼睁睁看着他去做错事啊？他是简单，他单纯，他简单的可以杀死我的孩子，那是一条生命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一口一个保护，却没有一个人拦着他。我现在连他、你、你们所有的人我都看不清楚。元真，你是个冷静的人，对吧？你是个冷静人，你最冷静的，对不对啊？永豪，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你是想报复我吗？你是不是在报复我呀？你给我松手！你干嘛呢，蔡永豪？永豪，小王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还有你，你不是跟豆豆闺蜜吗？你为什么不拼命拦着他？你疯了吧你！你喊什么呀你！你才疯了！你们都给我滚！出去！出去！蔡永豪，你嚷嚷什么呀？怎么着？黄豆豆是你媳妇儿，她什么性格你不了解？我们拦得住吗？当初我们拦着不让她跟你好，最后不是还跟你结婚了？她选的人，她嫁的人是你，她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你都得扛着。现在是考验你是不是一个男人的时候，别再让我们对你失望。远真，小山，我们走。漂亮话，你考验我是不是男人？你够资格吗？
都走，都给我滚！以为我离不开你们？真是用心良苦啊！那就是因为你老出差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都是需要陪的。俗话说，打铁得趁热。其实这俩人啊，在一起交往也得趁着那热乎劲儿就把事儿办了。结了婚就一了百了，全踏实了。我也是想啊，可是我给她表决心，什么招都使了，她不理我。哎，这女人啊，她举棋不定。他是怕受伤害，这也可以理解。大哥，这事儿还是你得帮我，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大伟，你带他出去好好玩玩，目的就是让他看到你真心想结婚。嘿，来吧，来，走，走，走，你，打死你也没接住吧？快点，走走走，好好好，来，再这样，这张飞盘还是砸人的。哎，玩吧，哥。哎，烤好了没？我都饿了。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好香啊！慢点，别烫着，尝尝。啊，兄弟，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，太不公平了。咱爸咱妈把这好的一串一都给你了，我做饭怎么这么难吃呢？将来嫁给你哥的人一定很幸福吧？对，哎，谁愿意嫁给你啊？啊？我跟你说，全年操不完的心，也就是我有个超级玛丽的心脏，我才能受得了他。你一天不损我，你就活不下去吧。行了，你快吃吧，吃还堵不住你。试试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豆豆怎么样了，也不知道吃饭没有。姐姐，你操太多心了吧？他一个大活人还能怎么样啊？还能被饿死啊？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是需要人照顾的。蔡永豪的个性我了解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没有那么快过去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都是夫妻俩，那蔡永豪还能虐待豆豆啊？再说了，豆豆这脾气性格啊，就得有个人来管管他。行了吧，管教豆豆的事儿你还是留给蔡永豪吧。哎呀，真希望黄豆豆经历这件事儿以后啊，不再那么难为情。哎，要说蔡永豪也够可怜的，男人遇到这种事儿，不是说放得下就能放得下。可不。嘿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